欢迎大家参与网络同修的一个聚会以团拜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开始请各位呢合掌，进行化验仪轨。马祖慈悲，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呢，面相的知识。那我们要学习五术的知识，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呢，我们能像马祖的能力，可以去度众生。所以我们追求圣道呢，我们呢，对自己的期许，能做的事就是来亲近马祖，来认识马祖。来学习马祖，然后成为马祖，所以我们要去模仿马祖。那马祖呢，在世的时候呢，13岁遇到神通道士，学会一些神通，所以他呢可以救人，可以帮人。所以渔民要出海来问他，他就会知道适不适合出海打鱼。人家有灾难呢，他会为人家预卜先知。趋吉避凶，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一些五术命理。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在走入这个领域呢，我就先学相学、面相学，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面相学呢，从人的面相呢，他脸上呢出现一种气色，它就是一种信息场，就预知他最近的发生什么事。或者他有一条纹路，或者他长一颗痣、一个斑，还有他的长相，我们大概可以预测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从面相学来入门。如果我们要像马祖一样，有可以帮人家
啊，一株后湖的能力，我们从这边入门是相当的好了。今天要教四堵向华，四堵就是四条河流、四条水，这是中国的四大河流。中国的四大河流，各位知道，一个黄河啊、长江、淮河呢汽水，在今天我们在脸上来找吃，那用这个四条河，还有一个洞庭湖、年终，那这个要学会啊应用。在向华当中，眼睛呢，两颗眼睛就是黄河，那个耳朵呢是我们的长江汽水，是我们的鼻子。淮河呢是我们的嘴巴，那这些河流都会泛滥呢。那洞庭湖可以调节水位，那就是像洞庭湖就是你的人中，人中是鼻子跟嘴巴中间那条啊，人中。人中，那我们知道这个泗水还有一个人中洞庭湖，那这个泗水向华在讲什么？它竟然成为中国有名的河，就是它很长，就是这四条河，所以要长，而且长呢要深，河水要深，那就是要很多水量哦。所以这四个部位，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你要很深，要很长。什么叫深？深在象理来讲，可以说是厚。像耳朵你要大一点，要厚，要有肉；嘴唇呢要有肉，那就看起来就深。那眼睛呢，要看起来是黑的。为什么黑？水深，它的颜色是黑色的，黑色的。所以呢，我们呢耳朵呢要长。要有肉，要丰满有肉，那就是你的长江就非常的好，你的长江就非常的好，那鼻子呢？你看你很高就是深嘛，高的反过来你就深嘛，就大嘛。那还有长呢？你就是鼻子长得好。那你的黄河呢？这眼睛呢？这眼睛最容易泛滥。一个后水，哪叫后水？就看眼睛啊！你看这位一看就你要这个太浪漫了，红颜后水，就是眼睛太水的流来流去，水太多了，容易流出来，就是黄河泛滥成灾所以眼睛也不要飘来飘去不要一直好像含着眼泪这样子，就不要哭不要哭，你一哭呢，就是祸害了，就有祸害了那有一个人来看说顾问你帮我看个相我看他的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啦，他就是充满了感情那就会患难，所以眼睛要黑，黑眼珠要多，就是深，要长，要眯，要闭气温呢，正三分就好，这种人最好，就是代表黄耳又深又长。鼻子也是一样，要大要挺，然后也要有肉鼻准头要有肉，要高这个好，你知道哈？要深长，那嘴巴也是，要大嘴巴，然后跨取假声哼，那个要深，还有要嘴唇，不要太薄了，要有一点适当的一种嘴唇，就代表一个人的感情敦厚，下面比较稳重，所以嘴巴要大，你知道哈？可是要能闭要闭，看不到，看不到就深。因为看不到底嘛，所以眼睛你看不到就眯着了，非常好正三分闭七分眼睛最有智慧那耳朵看不到更好你正面看不到耳朵就是深，就是看不到就很深，那个人一定有成就这四个地方呢就要深长那年终呢一样，年终是洞庭湖要深，代表你的水容量很大，调节水位能力会很强，而且要宽，看到年终很明显，你可以逢凶化吉。所以你的四条河呢，如果长得没有生长小小的耳朵薄薄的耳朵没有福气，你有一个很好的年终，就不可以断你没有福气，因为你可以调节非常好。所以年终找了生长的人呢我是说你好命逢凶都什么化吉，再加上呢四条河呢找了生长的人，你是大格局的人。所以一个大格局的人可以大风大浪创造大事业的人，他一定是四条河非常生长。
那哪条河不生产那个部位呢？那个岁数它就是不好，运就会比较差。可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年终的话，它就可以逢凶化吉，可以带过。所以你观察一个人，我在找一个老板啊，你要带一个公司看一个老板的格局啊，顾问都会看看这个老板的格局，他的眼神啊，他的眼神，他有没有智慧？那嘴巴大呢？有气魄，有那个气量。所以看到这个图呢，可以看到耳朵呢，主的是一个人的聪明，而你的家业，因为耳朵主一岁到十四岁，你如果长得好，可见你的长辈很好，你家庭的一个事业做得很好，而且耳朵主的是一个人健康，一定要生长，而要灵养。耳朵如果黑了，你肾脏都不大好。那我们这个中医就可以看出来了，啊，那耳朵是一个人福气、福运、福温，啊，所以耳朵你看，大成就的人，大部分这个耳朵长得很大，又很厚，啊，你看不到的人，耳朵的动面看不到，到最后都会成功。那当然就要加上其他的三条水，还有洞庭湖，啊，那眼睛呢，一定是眯眯的啊。常常要保持我们的眼睛闭着的。你看所有的神像，眼睛这闭着的人都是有智慧的。那观音菩萨啦、麻州婆啦、阿弥陀佛啦、佛陀，眼睛一定都是闭着的啊。所以眼睛要学会闭。那闭的人呢是有智慧、聪明、长寿、贵、聪明。贵就是受人家尊敬啊，富贵的贵，受人家尊敬啊。精神呢，眼睛就代表精神。啊，代表精神，啊，那也是感情，那感情要稳定，所以要生要长。那这种呢，生长的人呢，感情非常的稳定。那眼睛汪汪的、大大的啦，飘来飘去的啦，那白眼球很多的人呢，他感情都不是，情绪都不是很稳定，啊，所以要知道黄耳是后水，所以必须要个要注意看。如果很一个女孩子太漂亮，眼睛含水，好迷人了，结果我看到了年终非常的好。那我不会觉得他是后水，他是很活泼，啊，很容易动情。可是他你可以逢凶化吉，也有格局。我看到很多贵妇人，啊，他也是电影明星，他真的电影明星，这个会勾魂的，真的会勾魂。可是他年终非常的漂亮，可以把这个灾难给调节掉。那所以我们在看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有不好的像钟摆一样，这边不好到后面呢有很好。那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年终就可以调节，啊，有另当别论的。鼻子看你一个人的财富，一个人的自我，你有没有自我努力，还有你用钱的态度。你鼻子大，那鼻孔看不到，啊，你这是存钱存的多，又花钱花很少的人。我们讲到鼻子，以后讲理财，看鼻子就可以看出他理财的态度。所以鼻子最好是长、高，然后有肉。啊，生长，啊，那淮河呢？就嘴巴要大，气量才会大。那如果你嘴巴小小的，其他三条血都很生长，可是嘴巴很小很薄，啊，嘴型很薄，就是你这个嘴巴就气量不够了，到晚年龄都差了，完了。但你有一个很好的年终，你都可以逢凶化吉，这个看起来蛮复杂。所以很多相法学会了，你就才开始可以中论，完全能够掌控。啊，像有人呢年终比较薄，那恐怕呢这孩子的印主事的印比较薄一点，那他做事就很小心，因为他不能逢凶化吉，他都必须要努力把眼睛闭起来，让眼睛黄河也不要泛滥。长江呢，他看他有没有福报，啊，像顾问呢是耳朵的比较长，还有一个好字，所以长江好就是我本身的福印方面呢，家业人呢比较。反应比较快，聪明一点，有智慧。那眼睛鼻子也不算太差，啊啊，嘴巴也不算那么差。可是我年章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不敢去大风大浪，我都比较保守。所以年终比较没有人都会比较保守，因为人生大风大浪经不起。所以年终生产的人呢，他可以调节穴位，他的人生可以大风大浪去闯荡。那这些我们稍微要懂一下，所以每个部位的一个走的岁数啦，我们呢就可以断那个岁数呢运好不好，就以这四条河要深又长，这四条河呢
的人长相又深又长，那来给顾问看，我看他的气色又好，没有斑，没有痣，没有不好的气色，年终又很好，我就知道他是很有格局的，然后运势非常非常的强，A 性的强，我觉得好吧，冲吧，事业我们该继续做，1亿的、5亿的、20亿的、100亿，我们都来做一个策略规划。你有很好的年终，经得起这个大风大浪，而且你有那个福报，你也有那个健康，也有那个智慧、聪明，福禄文寿都有，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去看一个人，那这是一个标准，所以事水好，不患难，稳定。运势又好，气色又好，加上有好的年终，真的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格局。那你有欠缺，欠缺就一定要保守。像过年年终不见得那么明显，就是我是个命木僚长，这是辅助人家的，辅助人家，一定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所以年终是调节这四条河水位的，发生危险有个年终可调节，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年终。恭喜你！所以每个小婴儿生出来，我看到这个年终非常正常，我第一个先恭喜。那我年终没有啊，我也不会说不好，因为你多做福报，你的耳朵会越来越长。所以一个人呢，多做善事，眼神会改变，你眼神会越来越眯，黑眼珠会越来越大，看起来就看不到眼睛，黑黑的一条线。你的耳垂呢，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厚啦，越来越厚。你摸摸自己的耳垂，你会发现呢，你越来越长，越来越厚，可见你福报做得很好。人呢，一定要沉默呢微笑。看你沉默微笑，你蒙起嘴啊，你看你嘴就大起来了。沉默微笑，闭起眼呢，沉默，慎思就有智慧。所以不要把眼睛张得太大了。所以这四条水一定要伸长啊。这个今天呢，顾问跟各位分享。四堵相华，四条河流，要深要长，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年终，观看年终，以上呢，感恩大家，谢谢大家，马子慈悲，请大家合掌，恭请马子。
马祖慈悲，大家好。每周二呢，我们来聚会呢，来团拜呢，来念佛呢，学法依僧。我们就是来学习马祖的圣道，马祖的一个教义。那我们马祖的教义呢，YDM 呢，都是承袭的北港朝天宫马祖的一个指导。用北港朝天宫的一个建址所展现的对我们的一种教义的内容。比如呢，我们呢马祖庙呢正殿呢后面观音殿，各位进去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什么？金堵华童，超凡入圣。我们呢今天来发心走马祖的这个菩提道。这个马祖道发了大愿，上求圣道，下度众生，圆满人生。我们发了大愿，而且开始行了，开始来念佛了，学佛了，一生呢，开始来修了。那我们都是依照马祖庙里面的所谓建筑所这个摆设，它的神格的一个拜拜啊，所安装的安。色的一个神明，那马祖的继承的观音法门，所以到了观音殿呢，就是要学法统，学法统呢，观音就是龙女善财，所以我们呢的马祖的道，它是有法统的，是有逻辑的，是有系统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龙女，所以很多研究这个学术的人说，马祖好像。《法华经》大圣，汉传佛教的大圣里面的一个三部经典，三部大经网里面的《法华经》里面龙女成佛的故事，好像在描述的马祖。其实马祖的精神教义的确没有错，龙女，我们从龙女身上呢这样的一个陪侍神，观音的陪侍神身上就知道，我们要从龙女身上去学习。那就是《法华经》。那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农历的三月，我们都要回祖庙进香，那拜拜。那进香呢，这是我们马祖的一个习俗，一个法门，我们都要进香绕境的一个法门。所以三月开始过来分享为什么要进香如何进香进香的意义。那首先呢。从法统，法统龙女成佛，这个《法华经》，我们今天来研究《法华经》的第十二品，第十二品，我们来认识龙女成佛的故事。那过去尽量用白话来解释。那画面上呢，说是原经典，原来的经典，各位慢慢看。那我用白话来说明。比较不会枯燥无味，也比较容易懂。那懂了以后呢，我们对修马祖的圣道就会很具体、很明了了。因为龙女成佛的《法华经》的这个描述，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进香。那怎么样呢，才能修成马祖？所以我们要亲近马祖、认识马祖、学习马祖、成为马祖。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马祖的法统。法统观音法门，那我们今天研究《法华经》，龙女成佛；妙华莲华经，我们叫《法华经》，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它里面呢大概分两个部分，前部分在讲提婆达多，不论你原来做错事的是一个坏人，伤害到佛陀的人，谤佛的人，伤佛的人，害佛的人，他也可以成佛。前面的第十二品的前段来讲提婆达多成佛，那第二段在讲什么？龙女成佛龙女为什么八岁就可以成佛那我们从这样一个经典来讲，就可以了解马祖的文化马祖的文化、马祖的教义精神都合乎这个法华经的精神。那这一段呢，多宝世尊呢，就是多宝如来呢，是双佛并坐啦，
啊，转华经呢，多宝如来就会出现在这个道场上面。在灵鹫山呢，佛陀在讲《法华经》，所以多宝世尊、多宝来如来就来出现了。那跟着多宝如来来的有个菩萨，叫住基菩萨，他就跟多宝如来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听经听了一段落了？写瓦写个段落了，我们可以回我们的佛果了，再回到我们的原来的佛果。”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跟这个菩萨讲：“所以你稍等一下。”有一个菩萨叫文殊利菩萨，啊，你可以跟他见个面，他可以讲一些妙法给你，啊，你讲完听完以后，你再回去。那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就坐的那个莲花就出现了，啊，就出现了。他从哪里来？他就从这个龙宫，啊，龙宫，啊，他就涌出来了，坐在莲花涌出来。那坐在一个虚空上面呢，啊，来到呢灵鹫山，啊，灵鹫山就对佛陀呢行个礼，啊，行个礼。那住基菩萨就问呢文殊利菩萨说：“啊，你到龙宫去度化很多众生，那你度化了多少人？”啊，文殊利菩萨说：“我到龙宫去呢，度到那个龙就是海里面龙宫。”众生呢，我度化了非常多的人，这不是用嘴巴可以讲的，也不是你心可以去想的一个数字，你待会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还没讲完呢，就很多很多无数无数就没有办法去算的，啊，没有办法算出数量的一个菩萨，都坐在莲花上面，从海呢涌出来的，从海里面涌出来的，来到了灵鹫山这个道场。就跟文殊菩萨一样坐在这个虚空上面。那这些菩萨都是文殊利菩萨呢，文殊菩萨呢所度化的，他们都是在什么的，都是什么行菩萨行，都修菩萨道的，利益众生的，啊，但念众生得幸福的，不为自己求安乐的一个菩萨，在度众生的。他们的讨论的都是六度波罗蜜，啊，六度波罗蜜就是我们马祖的，告诉我们马祖圣道要修的总纲，观音法门，啊，布施啦，对不对？持戒，然后禅定啦，啊，忍辱啦，精进啦，啊，波罗，这是六度波罗蜜，都要讨论这个。他们都在学六度波罗蜜来度众生，来度众生的菩萨。那这些菩萨呢，无数的菩萨都是这样从海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文殊菩萨讲呢，我在海中呢，就是讲什么？就先讲《妙华莲华经》，就是所谓的《法华经》啊。因为我讲《法华经》，这些人听我讲《法华经》，每个人都成佛，都成菩萨了，成菩萨了。所以住基菩萨呢，就问文殊利菩萨：“哦，你讲这个非常奥妙的一个啊，微妙的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它是一个经典中的宝，它这个大经典，这世界少有的，少有的。那有没有众生很勤奋的去努力去精进这部经，那修得很快就成佛呢？啊，那文殊菩萨说有啊，有一个龙女，龙王的女儿，她八岁而已，她原来智慧就很好，她的行为啦、啊、智慧呢，都具备了佛的一种智慧，佛的一种德行，而且他又得到了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密咒，就像啊道家的这个密法啊，密法啊，得到一些密法啊，密咒座椅啊，所以就可以说一些佛的一些法啊，佛的一些很秘密、深长很深的一法，他都可以说。而且他都受持，都自己真的去行，啊，行到呢，深入到禅定，所以对所有法他都了解。他也刹那之间，在很短时间，突然呢发菩提心，他是发心的，就发菩提心。所以马祖教我们，啊，学道第一个要发菩提心。他说得不退转了，他变成菩萨了。这个十字菩萨呢，他就变十字五字以上的菩萨的一个阶位了，这不退转的。他可以讲课呢，
辩才无碍，好，他把每一个众生呢都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婴儿一样的保护所有的众生，所以他的功德呢具足的，所以他常常呢在宣教，在口说，在妙法莲华经，好，妙法家，而且呢他很慈悲，啊，很仁爱，仁让，慈悲仁让，谦让，还具备了注意，他的注气意注柔和优雅，他慈悲忍耐，注意和雅，所以能到达菩提。菩提就是开悟的，成果了。所以他好像在形容马祖一样，啊，有一个八岁他就成果了，他就学到一个密作，他本身呢具备的六度波罗蜜呢这些的德行能力都有的，到了禅定的戒定慧那个定的，所以他有那个般若智慧，所有的华他都懂。他突然间呢发了菩提心了，这是龙女士为什么是顿教成佛，立刻成佛。他因为发一发菩提心，他马上变成世世的一个菩萨，一个菩萨分五十二阶或五十三阶，他一到到上面一个阶段了，他不会退了，就不会到退转了。啊，所以他的非常慈悲、忍耐、注意和雅，各位同修，阿弟了解，马祖就是那种修为，把众生当自己的孩子，当孩。所以我们为什么叫 YDN？ 你亲爱的母亲，我们要学习马祖一样，每慈悲大爱，把所有众生当孩子。最亲爱的孩子，我们就是马祖，做我们最亲爱的妈妈，她是我们呢，像她的孩子一样，啊，这就是文化，这是来自于《法华经》。所以接着菩萨智气菩萨又说了，啊，那个我看到呢，释迦牟尼佛呢，他要成佛的过程，就经过了好几亿万年呐，那去行菩提呢？要非常经过很多的生死，那才去求这个菩提，才觉悟啊，累积了非常多的功德，好几亿万年啊，还看到这个三千大世界，啊，那还要舍弃生命去度众生呢，他才成。那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怎么可能突然间间一眨眼之间就可以成这个佛呢？他这个诸济菩萨就很怀疑。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还没有说完，龙女呢，龙王的这个女儿呢，就出现了，就出现了。因为呢，自己不算怀疑啊，那连佛陀都要修几亿万年呐，啊，都经过多少生死轮回，然后舍弃生命度所有的众生呢，他才成佛。哪有可能一个女孩子的八岁呢就成佛的？他就怀疑。那这时候呢，龙女就出现了，啊，龙女出现以后呢，就对佛陀呢，啊，神格里，他就赞叹的讲，说赞叹这个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啊，所以说他啊非常有智慧，啊，光芒呢照四方佛果佛界，他的法身呢非常的一个妙微妙净法身，有具有三十二八十种好相。很庄严，所以六道轮回上面的天界、人界的人、众生呢，都非常敬仰他。啊，龙神呢也非常恭敬这个佛陀，说一切众生，不管是哪一种法界，没有不尊重佛陀、供奉中的佛陀的。每个人都听到佛陀讲这个道、讲这个法，就开悟了，就开悟了。这是《法华经》的精神，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只要你听到佛陀，哎，你听佛陀讲《法华经》，每个人可以开悟成佛。所以，只有佛陀可以知道，也可以证明我龙女。我龙女呢，是说明发扬这个大乘佛教，度众生菩萨道。来度脱苦众生，所以有灾难的众生，我去度他，所以我就成佛了。
佛陀可以证明我也很知道这回事，我是真的，因为我可以度所有众生，我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走大乘佛教，啊，菩萨道来度众生，啊，然后所以成佛了，这佛非常伟大，他可以证明我，我真的成佛。这时候呢，佛陀的一个大弟子舍利弗，啊，他就告诉龙女说：“你很快就成佛了，这是很难让人深信的。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的观念说，你女孩子身上，因为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个冬月事来，都不是说很清净，所以要说佛说法呢，不是用法器，说要说修成那个佛是很难的。你看那佛陀呢，啊，这很久很久无量劫，要很勤劳很辛苦哎，啊，做很多事啊，度很多人，才有办法成佛。啊，女孩子呢有五个障碍：第一个不可以成为梵天王，第二个也不能成帝释，第三个也不可以魔王，第四个会转世龙王、圣王你也不能做。啊，第五个啊成为猴生也很难。啊，你这个女孩子怎么可能会成佛呢？连最有智慧的舍利弗都怀疑，就对龙女产生质疑。啊，最奥妙的是这一段了。这一段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进香，啊，进香的意义。所有信徒马祖的信徒，哎，只要皈依马祖的三宝，说为什么要去进香，就在这一段。这时候龙女被怀疑了，这时候龙女呢，他有一个宝珠，这个宝珠价值三千大世界，他把它拿起来呈上，送给佛陀，佛陀马上就把它收起来，接受了，接受了。那龙女就问那个智基菩萨，还有舍利弗这两个怀疑嘛？我现宝珠，那佛陀世尊呢？马上说啊，你觉得快不快？这个动作快不快？那两位呢？一个菩萨，一个舍利弗呢？他说快啊。啊，龙女就说了，你用你的神力，用你的火眼，用你的天眼来看我成佛，这样快不快？啊，那当时所有人，啊，所有人都看到了，用天眼都看到了龙女呢，突然之间变成男生，啊，那成为菩萨，就即菩萨行，菩萨行就把六度的波罗蜜都做到了。达到那种境界的，他就往南方无垢就清净的一个世界去的，坐在莲花上面就成佛了。所有人在场的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众生都看到了，在一会的人众生都看到了，那就成佛了。既有三十二相八十种毫，就是他的相，就像我们马祖的神像，就是非常端庄，耳朵都大大的啦，眼睛都细细长长的啦，闭眼都有三十二种佛的像，八十种的用庄严的好。然后在十方佛界呢，为众生在演说讲道说法，所以马祖被讲道说法了，龙女啊，啊，他大家都看到了，他真的成佛了，啊，啊，这时候呢，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的人间。所有的菩萨啦、声闻啦、啊声闻就是缘觉啦、天龙八部、人啦、灰人啦，都遥遥远远的看到了，在这个世界大家都看到了，遥远的看到龙女成佛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世界人间都能知道龙女成佛啦，八岁就成佛啦，我们马祖呢，八岁就会念佛经啊，对啊，他说有一个佛心呢、啊，他八岁就有佛心呢、啊，啊。那看到龙女成佛了，为人天，为天界的人，人界的人，天，你的本性在六道轮回的上面，天人这个有福报的人呢，啊，这些人在说法，大家都好高兴啊，都一直在拜啊，所以拜马祖的人，有一天，一德马祖就跟顾问说，啊，我要去演讲，他突然呢，啊，一个警讯起，那个蜡烛的烟突然就吹平了，水平。就是希望我来问他，
我说宝贝问他，他就跟我讲，你去演讲要告诉已会所有人，拜马祖的人都是富贵的人，都是天人，那天天人才能听到马祖在说话。就在这一段呢，这无量的众生呢，都听了马祖的话以后，龙女的话又开始开悟了，就变成呢四字菩萨以上。就有一个菩萨有五十单阶啊，你已经都有一个阶段了，不退转的菩萨了啊。所以很多众生呢，受道了，受道道教了，道道理道就受记了啊，就受记了啊。那全世界的这个清净的世界就六个震动，那六个震动呢，以后跟各位分享。放鞭炮、提鞭炮，嘣一声，叫三种的声音，地有三种的震动，这就是六种震动。啊，菩萨世界呢，三千大的众生，三千众生，大家都不退地，都变成菩萨了，四字菩萨以上了。所以三千众生的发菩提心，大家都像发菩提心，在前面几桌跟人家讲发菩提心，都发菩提心，大家都受记，都成佛了，都成菩萨了，都成菩萨了。这时候呢，智积菩萨跟舍利弗菩萨没有话说了，就默然的相信了，接受了。跟讲的这一段，就是龙女呢成佛在《华华经》的记载，各位好好的去读这个《华华经》。把这个龙女呢，去想象我们的妈祖，在我们北港朝天宫里面呢，观音殿，金堵华筒，超凡入圣，观音旁边的龙女，还有个善财五十三参，一个是建教，一个是顿教，所以你顿教就立刻存活。那这个立刻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今天顾问要分享的，龙女呢，把她的一个心送给佛。就是把宝珠，宝珠就是他的心，因为龙呢最珍贵的那一颗龙珠，那个宝珠，那个宝珠是什么？就是龙的心，就像人，心就是我们的核心，最重要、最宝贵的一颗心，送给佛陀。那我们呢，信徒们呢，信徒们呢，把自己这一颗心跟佛陀相应了，送给佛陀，佛陀接受了，就代表我们的心经过考验，佛陀完全接受了，所以我们就成佛了。这一段的描述在《法华经》，龙女成佛是最重要的。龙女把她的宝珠，价值三千大世界的一个宝珠，然后呢送给什么佛陀，佛陀就信受了。说了以后呢，他就成佛了。那就是他一个佛心是跟释迦牟尼佛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来拜马祖，我们是把马祖当佛，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一颗跟他马祖一样的马祖的心，然后把这个心送给他，那我们就可以成佛了，可以成佛了。所以在我们的宗教，在我们的习俗信仰里面，我们每一年都要进香，就是把我们一颗虔诚的一个心，我们发的一个菩提心，一个佛心，一个菩萨心，一颗马祖的心，来跟马祖相应，然后回去呈给他。所以每一人我们都要回祖庙去恭敬祝贺马祖生路。现在是农历三月了，所有马祖庙都要去进香，回祖庙进香，不然就叫帮马祖庆寿祝寿。我们也是信徒，一定要回娘家，回去跟妈妈祝寿。那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挂念他，所以念三宝就是要念佛，就念着马祖，我们的心就念着马祖。学法学马祖的法，我们的心就要跟他相应，学习马祖的法。那我们医生像老师怎么教我，我们前辈呢，我们的祖先怎么教的这个风俗习惯，我们就遵守。所以我们都要回去把心奉上给马祖，就是我们一颗诚心。所以每一年每一年呢，我们都有进香，
都要三日要回庙里，回祖庙跟他庆祝马祖的生路。三月二十三号就是马祖的诞辰，借由诞辰去表达，去供奉，把心交给马祖，我们跟他一样的，所以我们叫成佛啊。当然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你必须在这一个经文中要知道，你要懂得六度波罗蜜，要去度众生，把众生当自己的小孩，小孩要成慈悲忍让，你都要做到了。你的意志注意，你的意志注意要和，一定要柔和，要去柔和啊！这个就是马祖的一个教义，要教义。所以华清莲讲的非常多成佛的方法，入塔庙一声南无佛，你就成佛了。像我们回我们的祖庙北港朝天宫，它就是一个塔庙。各位看看我们的 logo， 那庙里面就有个塔，那放光的啊，庙上面一个塔，然后放光的，往上翘的，那个建筑都这样在放光。这佛陀呢，讲到他头都放光的，他就是有《法华经》的那个意境，意境。所以我们进香，就是我们的这个习俗，我们一个华。我们那个心跟马祖相应，马祖相应，所以龙女龙最宝贵的这宝珠就是那颗心，把心的恩义拿起来送给佛陀，我们的恩义把我们这颗心送给我们的马祖北港朝天宫的八纲脉，那你就成佛了，成佛。当然你要各个心是六度波罗蜜的，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禅定，然后要精进，要有般若的智慧，要去修的，而且要有懂很多的法，还要懂一些密咒，陀罗尼的密咒，要学很多的武术的东西，这个就是马祖的文化。各位看这一品啊，十二品的下半段，龙女成佛，你就会感受到马祖的文化，它是有法统的，是有经典的啊。以上呢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谢谢大家，马祖慈悲。YDM 智慧禅，投机之害。喜欢投机取巧，爱玩小聪明，是百害无一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方能成就成功的事业。妈祖慈悲，妈祖慈悲。本座呢，妈祖呢，抽出来的诸位禅师给我们的是投机之害。他谈到呢，喜欢投机技巧、爱玩小聪明的人，百害无一利。这个让顾人想到呢，我曾经在网络上有看到呢，有人分享啊，如何呢考试作弊二十四招啊，考试作弊二十四招啊，看起来呢，哇，很有创意哦，真的很聪明。可是想想看，不好好读书，面对考试就用投机取巧啊，玩小聪明。到最后呢，伤害的是谁？在短期来讲呢，是有利的，这考试可以 pass 不会被家长啊、父母责怪、老师责怪。可是长期来讲，读书考试的目的都忘记了，读书是未来以后出社会，到了社会，你的实力的基础，就是用实力基础的一个栽培。
你没有好好读书，具备这个本质学能，基础没有了，如何去跟人家竞争？所以所谓投机玩小聪明，就是在短期最看到一个利益，用最小的一个付出得到自己的一个利益，可以短期内很紧急的处理当下的危机。可是长期来讲都非常的一个不利，非常的不利。我们现在在忙什么？如果忙的都是一些小聪明啊，好高兴的过一关了、啊、过一关了、啊、过这一关再说吧。如果你是这样经营事业，很糟糕。那你为人处事也是这样，一关一关过啊，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不行的，这种观念不对的，这没有策略。一个国家要有策略的啊，要找长远的计划去做的，不能投机什么呀，起脚 pass 就过去，把眼前的难关 pass 过去就好了。那这是马祖一直来提醒我们，希望呢马祖这一个智慧禅啊，社会各界呢，不管在企业界、在为人处事、教育界，都要长期扎根。那个树根要好，树头爱栽，就唔惊树尾做红胎。树根把它顾好，这棵树才可能活千年万年。树根没有顾好，没有扎好，你只是一朵花，只有一年的寿命，几个月的寿命。所以人一定不要投机取巧，投机取巧最后一定是伤人也是伤己，损人不利己。我们要有长期的策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脚踏实地。以上呢，大家一起共勉，感恩马祖呢是给我们的智慧啊，紧急长期，我们长期在做什么事，紧急的事情呢，紧急处理的方法不可以拿来当成重要长期要做的事情啊。以上呢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进行性命双修身心并练的道功的那个练习，那我们可以聆听呢这个音乐，这个活跃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你可以静心的静坐下来，闭起眼睛一起来诵念，或是呢站起来跟着荧幕所做的动作一起来打一趟导引功啊，清净见火道功禅。请各位呢闭眼或是起立，清净见佛道功禅第一单元，全是连续示范演练。
弥巴弥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
尼巴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今天的聚会呢，到此呢为止，我们来进行呢团拜祈福的仪式，请大家呢合掌。罗哈众者主，诚心向玉德妈祖参拜，一拜，再拜，三拜。恭读同修九则，一忏悔，
思维、举止、言行，均以真实清净受会常识到达，但作常识不过。二、反省。若有违逆天理，当速回头是岸。若无亏欠良心，更须慎防十足。三礼。一般人之境界，态度、礼貌、端庄，虔诚、焚香、顶礼、恭敬、合掌、鞠躬。是德行。出入礼仪之门，去来孝悌之路，心怀慈悲之意，修存宽恕之念。不守戒，不以骄矜傲慢，不以观念欺瞒，谨守戒正定慧，不贪不痴不嗔。六精进，真心诚意敬道，真心敬礼奉承，言经典，言道理，学礼教，学诗文。七护志，谦逊礼让仁厚，温良恭俭存诚，婉言劝谏贵过，切忌脾气不失。八有爱，八德是非无义，漂泊情义有过，同修一方和气，共聚满堂春风。求服务，亲切欢迎来客，诚恳接待行路，问时有始有终，皆以无怯无悔。罗哈众得住，行星雄玉德妈祖参拜，一拜，再拜，三拜。请，那我们恭请，妈祖保佑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主民，风调雨顺，吉好；国泰民安，吉好；阖家平安，吉好；事业成功，吉好；身体健康，吉好；地理广泛，吉好，吉好，吉好。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我们现在进行回向的仪轨。大家参加本周的同修的聚会，欢迎大家呢下周一起来参与我们网络的聚会，精进啊自己圣道的知识。马祖慈悲，感恩大家。